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阳，我找到我的孪生兄弟了，就是这位。你们别看他现在是个装备架，我马上就能让他变成我的好兄弟。我们只需要打开这个箱子就可以。阿阳，你个骗子，又想胡说逗我玩？哎，我这次可没有乱说。你们看，噔噔噔噔，怎么样？是不是直接变成了二 D 的我了？我只需要点击这个周边的方块，就能让里面的我移动了。跳跃的话就是点击头顶的方块，而且你们看，我要是让箱子里面的自己移到床边，主世界里面这个物品架也会同步到相同的位置哦。就相当于我在控制箱子中的自己，那要是我在箱子里面不小心死掉的话，那不就是我杀了我吗？我杀了我！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我们快点玩起来。既然是玩的话，就应该给自己定个小目标，那就给箱子中的自己来一个稍微简单点的目标吧。获得一颗钻石就算完成，开动开动，我们就先去这边看看好了。不过说实话哦，这个地图作者的脑洞是真的大，居然能想到在我的世界里面再玩我的世界。这个套娃还弄得有模有样的，而且我猜测，这个作者小时候肯定被家里面的人管得特别严，不让他玩游戏，他就只能偷偷的躲在柜子里面玩。你们说是吧？要不然怎么会想到在箱子里面玩我的世界呢？这种在玩半个小时电脑，还有你的手机，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给我交上来。天哪！我刚刚发现啊，这个箱子里面的世界也能制作物品，只是制作物品的时候要把材料放到对应的位置上才能成功的制作出来。你们看，想要合成木棍就必须要把木板放在靠上的这两个格子里面才能做得出来，有点意思啊。哎，你们看啊，这边还可以看到箱子里面的自己，我往左点它就往左走，往右点它就往右走，嘿嘿，就很有趣，有点像在玩提线木偶。这边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了，我们从这里挖下去瞧一瞧，没准在下面就能遇到什么值钱的矿石，就能让我的箱子里面的小兄弟也富有一点。这是什么方块啊？深蓝色的，而且还会把我们向一个方向推，难道是水？哎呀，不管了，对我又没有什么影响。这边有几个铁矿，我们去挖挖看，再顺便挖些石头做熔炉。哟，这有钻石，快快快快，做个熔炉烧铁矿。奇怪，熔炉的合成公式不是这样吗？哦，我懂了，你们看刚挖出来的铁矿直接就会变成烧好的铁锭，所以就没有熔炉这种中间产品。嘿嘿，也太省事了吧，咱们直接做个铁镐去找钻石。不会吧，怎么会这样，箱子里面的世界制造不出铁镐。哎，那这个作者在这里面放一个钻石块不得搞人心态吗？你就输，养死了养死了。哎，我现在不是创造模式吗？走，咱们直接去把那个钻石敲了去。对啊，创造模式打的方块是不会有掉落的呀。妈呀，本以为这个作者的程度在第一层，结果人家却在第五层，把我的小心思全猜中了，佩服啊，太佩服了。